再一次向前，就是不管在怎么样的镇压，怎么样的辛苦，我们都要为了打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。那第二首是废除非正规职，废除非典型的一个连带歌。那这一首歌是要求要就是废除还有这个歧视，受到非常多歧视待遇的这个非正规职的制度。